哎呀，干杯，干杯！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满满这个孩子真是个宝贝，太会表演了。王师傅，我在上海还没见过这么好的爵士。哦，什么叫爵士啊？就是西洋现在特别流行的音乐。哦，不是你教他的？哎呦，我还以为圆圆满满跟你很熟呢。我听说巴师傅你很久以前是大学音乐教授，嗯，被控诱拐女学生，被学校开除了，怎么变成江湖艺人了？把钱给我算清楚，我们要走了。你话不跟我说清楚，我不会给你一毛钱。到时候我到警局去告你，说你诱拐孩童。哼！你个八老头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这是在好好的跟你商量。先生，嗯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没开始营业。哦，我来找那两个孩子，那个圆圆满满，他们是不是你们歌舞团的新秀啊？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吗？如果您有信件或者礼物想要送给他们，我可以代为转交。不是不是，我就想知道他们住在哪里，我想跟他们聊聊。很抱歉，我不清楚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只有等他们晚上演出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们？是的。慢走。太好了，我们要离开这里，我们要去找爸爸了。我们已经赚到很多钱了，可以坐火车去找爸爸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赚了一些钱，但是还不大够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面表演，一面去泉州。总有一天，你们会和你们的爸爸团圆的。嗯，哦，走。爷爷，啊，等我们找到爸爸之后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吗？哦，你要我跟你们一块住啊？对啊，你身子不好，常常喘不过气来，你跟我们一起住，我们可以照顾你啊。哦，我爸爸很有钱，我们家应该很大，所以可以让你跟我们一块住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八爷爷，你要是能帮我们找到爸爸的话，我爸爸一定会很感谢你的。哦，他也会希望你有人照顾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八师傅，八师傅，八师傅，教练，你们怎么说走就走呢？你们这样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晚上的客人还等着他们两个表演呢。我们不表演了。不表演，那多可惜呀！大家都非常喜欢圆圆满满，圆圆，满满，大家都非常喜欢你们俩在舞台上演出，你们在台上又蹦又跳，多有趣啊！少废话，走！哎，八师傅，八师傅，八师傅，哎，等等，什么话都好说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是我错了，我得罪了您，我说错话了，好吧，我该打。这样您气消了吧？我说八师傅，圆圆满满，在您的调教下，一定会大红大紫，一定会成才。我还指望着你以后能提拔提拔我呢。你看，让圆圆满满回去再表演几场吧。这个要问问孩子们，看看他们俩愿不愿意跟你回去表演。圆圆，满满，你们很受欢迎的。有很多人都喜欢听你们俩在台上唱歌啊，演奏啊。你们要是回去表演，一定可以赚很多钱，买很多很多的衣服和玩具。
怎么样？跟我回去表演吧。啊？叔叔，抱歉，我们不能表演了。我们不需要赚很多的钱，只要赚足够的钱就行了。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谢谢你这几天这么照顾我们，谢谢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听到了吧？走。八师傅，好说。这样吧，赚来的钱我们俩对分。你那个小酒馆能赚多少钱呢？你就是全部给我，我也不感兴趣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我刚把这两个小孩捧成主秀，你就一走了之。经理刚才跟我说，以后的演出有一半是这两个孩子的节目，你这一走把孩子带走了，你不想让我活了是吧？哎，这，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跟你之间又没有签合同，哎，他们又不是你歌舞团的人，我们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收拾收拾你！爷爷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爷爷，别动啊，先生！爷爷，太不像话了！快走！不过你们下，你们走开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快走！你给我等着！白爷爷，八先生啊，你的心脏病有多久了？啊，老毛病了。你要多休息啊，不要太激动或者太操劳。你被打的伤其实没什么大碍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开点药好了。你照我的药方去药店买药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好，走吧，你慢走啊。经理，外面有位八先生找你，请他进来。哎，哎，就是这位八先生，他手上有两个知名的童星，那个男孩啊，什么西洋乐器都玩得鬼灵精，那个女孩歌也唱得好听啊，有他们在，客人坐着都不想走了。最好能这样，他是名不虚传的。人来了。哎呦，八先生，幸会幸会呀、啊！八先生，这位是我们的叶总经理啊。叶总经理，这位就是八先生。哎，八先生，请。好。哎，请坐，请。哎，哎呀，八先生，您在以前那家表演效果非常好。客人都说不错呀，过奖过奖啊。不过只有两个小孩子在台上表演，这场面上是不是有点单薄啊？你看过就知道了，又不是醒狮团，人多热闹。那是那是啊。那这样吧，您看您能不能先让这两个孩子在我们面前表演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再来签订表演合约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哦，有人请我们去另一个地方表演，那里啊可以赚很多钱。咱们呢表演几天，就有钱坐火车到泉州去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了？八爷爷，我们要去那里啊。是啊，那里是厦门最大的一个饭店，在里面表演一个晚上啊，可以赚很多钱呐。我们不要去那里。对，我们不要去那里。这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们说，这饭店里有坏人会把你们抓起来是吗？阿发船长还被关在牢里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把他救出来。要是赖经理看见我跟小杰，一定会把我们抓走的。哎，这你们放心吧，赖经理啊，不会认出你们的。他见过我们，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啊？对。
咱们等着瞧吧，啊！好，那里有个好大的锅，我快够不到了。是啊，这个舞台好大，客人也好多，好像有100多个人呢。对，八爷爷啊，舞台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桌子，长得好奇怪，那是什么桌子啊？那不是桌子，那是钢琴。钢琴啊？什么是钢琴啊？钢琴呐，是乐器之王，非常奥妙。以后有机会，我再教你练习。八爷爷，你还会弹钢琴啊？当初啊，我就是教钢琴的。哎呀，圆圆满满，你们表演的实在太好了。赖经理呀、圆圆满满表演的已经累了，他们呢现在需要休息啊。圆圆满满，你们表演的实在太好了。赖经理啊，圆圆满满表演的已经很累了，他们呢现在需要休息啊。这个当然，这个当然，应该好好休息，明天啊再做出精彩的表演。我这就去张贴海报，要是让人知道圆圆满满在我们这里表演，那客人肯定会抢着上门的。哎，圆圆满满，你们可要好好演哦。我这就下去准备，还要布置舞台，还要张贴海报。啊，我先去忙了。好好好，你忙你忙。你们早点休息啊，早点休息。好，好了，他已经走了，卸妆。店庆他们表演，他们哪还看得上小店？难怪要拆伙。谁叫你要捧红他们两个？现在被一脚踢开了吧？都是你们，不争气，表演的不三不四的，才这么吃瘪，让人解约了吧？好了吧，没得演没饭吃了。姓巴的你个臭老头，你不给我路走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走。淑华他们会不会来到厦门？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，觉得他们母子就在我身边呢？难道是我太想念淑华和孩子，
所以才有这种错觉吗？八爷爷的药，还有我要买的线和刺绣工具，还有小杰要的新帽子。哇，要买这么多东西，我得快一点，否则会赶不上演出了。对不起。谢谢，那是我的。小妹妹，你看起来很眼熟啊。可是我不认识你呀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你是这里的人吗？嗯，我爸爸是厦门人。我也是厦门人。哎，你们家住在哪里啊？我就住在附近。啊，不早了，快点回去吧，别在外面乱走，危险。嗯，叔叔，你是这里的人吗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药店在哪里啊？啊，就沿这条街走过去，前面路口左拐，第五间就是药店了。哦，那哪有卖小孩衣服的店啊？这可能要远一些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是这里人吗？你怎么路一点都不认识啊？我是说我爸爸是厦门人，以前我们是住在别的地方，最近才过来的。你喝那么多酒，当然会头痛了，以后别再喝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我还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哦。这个叔叔真是的，不是说好带我去买东西的，说走就走，真是的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福州那边来电报说老爷病倒了。老爷病了？嗯，严不严重？我不清楚，只说老爷挂念少爷，得了风寒，加上痛风又发作了，现在家里一团乱呢。那我们快回去吧。如果没有找到世贤的话，我们这样回去，爸他会更担心的。哎呀，他就是这样，明明心里面想着世贤，可总说要把他赶走。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世贤的话，爸万一有个三长两短。哎，少爷，爸生病了。世贤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，看看爸的病严不严重。至于其他的事，以后再说吧。搬去上海了，
他们一定会乖乖的跟我走。你在这儿风光，害得我没饭吃。姓霸的，你太忘恩负义了！你喝醉了。夜总会这种高级的地方，不欢迎你来。先生，请到旁边休息一下。什么高级夜总会？你现在人模人样了啊！当初连小酒馆都不要你，要不是我给你机会，你现在还在街上流浪呢！你现在把我一脚踢开，就当没事了。先生，走吧。先生，别拉我！你们知不知道，这老头他就是个骗子。当初他就是因为拐骗女学生被学校开除了，现在他又在这拐骗孩子，当做摇钱树这样的人。你们也敢让他来演出？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！姓巴的，干什么？我揍你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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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呦！啊！哇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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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甩我！哎呦！揍死你！你这人怎么样？白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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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爷爷。医生。医生。爷爷怎么样了？你说里面的人呢？伤得可不轻啊。不过命算是救回来了。要好好治疗啊。万一因为郑老爷的病情，事先真的收心回头，那美方不就又要继续为他做牛做马了吗？世贤，你还是快回去吧。爸虽然平时看起来没事，可是他身体一直不好，只是他不愿意表现出来而已。像他这样，一旦病倒了，后果会很严重的。我知道。你回去给爸道个歉，他应该会原谅你的。再说你都出来这么多天了，妈和如萍都很想你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。我已经失去了你一次，我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去你第二次，好吗？我真的受不了。
没错。你帮我找几个人，去注册进口公司和房地产公司。哎，你放心，资金我会给你，但是必须一切听我安排。好，你放心吧，不会少了你的好处的。郑世贤啊，郑世贤，你一再玩弄美方的感情，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我要让你倾家荡产，把属于美方的一切都还给他。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哎，我们的海报怎么给撕了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姐姐，八爷爷会不会怎么样啊？医生说，八爷爷的命已经保住了，不用担心。我们回去帮他拿住院的东西和他的药，今天晚上要在医院好好照顾他。嗯，姐姐，如果八爷爷死了，就没有人知道爸爸住在哪里了。哎，先别想这些了。嗯，只要八爷爷能够康复就好了。嗯，走吧。真不错啊。是啊。谢谢光临。好，圆圆满满，什么事？这是你们的酬劳。嗯，我们经理说你们暂时不用表演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八师傅受了伤，而且他事先也没有说清楚你们的来历。我们饭店当然不能用来历不明的人。这样吧，等八师傅伤好了以后，请他自己过来说清楚，或许你们就能表演了，好吗？你钢琴弹得真好听。你也会弹钢琴吗？嗯。来，过来。我教你弹琴好不好？